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盖哥的农民小布，今天给大家来讲讲《魔兽争霸三》的秘籍。为了保证游戏的趣味性，很多游戏都会有自己的作弊代码，而《魔兽争霸三》也不例外。在《魔兽争霸三》中，有许多有趣的作弊代码。在游戏中输入 Who's Your Daddy 会得到无敌并一击必杀的能力，六级变身的恶魔猎手也会被农民一斧子搞定。输入 SE Dead People。会得到全图视野，地图中高等级野怪黑龙、红龙、树林巨魔等等都一览无余。用谁是你爸爸干掉他们，打出的死亡面具、国王之冠、古奈之江歌等等宝物也会通通归你。 I see dead people， 我能看见死人，所以他们都会是死人。要是觉得钱和木头不够，输入 greed is good， 贪婪是好的，所以你会得到用之不尽的金钱数目。魔兽争霸三的秘籍不仅对应着各种强大的功能，其背后也都有着各种不同的含义，等待着玩家们的挖掘。